At this time, some charities, just like organization for helping others, they will fund or collect some money. Yep.大三，也就是上个学年的时候，开始决定要出国，主要还是父母在鼓励我说，让我多出，让我能出国去，多见识一下，多学习一下。压力肯定大，因为确实说英语这种东西在我认知中也不是一个你能速成的东西，你需要时间去积累，你需要时间去学习。现在摆在我面前很大一个问题就是时间不太充裕。我自己内心是比较欣赏很成熟的女性的形象，我自己还想把自己弄成30岁呢。因为我脸上很多瑕疵嘛，就会用遮瑕膏遮一下。你化妆你会很美，然后你美美的，然后你会觉得自己很有自信，你觉得每今天的一天都是会很好的。有这种人是很好的，要满满的打鸡血一天，对着镜子说我美吗？美再出门，不然没有鸡汤把自己灌醉，你怎么出门啊？像这种呢，平时你回家的话，自己稍微把它吹干，然后上面把它抓蓬一点点就好了。然后搭这个发色的话，像你的气质感觉还是挺适合的，我觉得。你感觉怎么样嘛？啊，蛮好的哈，蛮好的，可以把你们的同学带过来嘛，在我们这里来。如果就美国剪头发特别贵，那就自己先练一下。万一剪不起头发的话，自己也可以稍微打理打理。